今天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哪些植物能够打败一千只周刊僵尸呢？挑战正式开始，激光豆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激光豆挑战成功，充能柚子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充能柚子挑战成功，猫尾草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猫尾草挑战失败，卷心菜投手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卷心菜投手挑战失败，回旋镖射手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回旋镖射手挑战失败，火葫芦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火葫芦挑战成功，西瓜投手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西瓜投手挑战失败，火龙草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火龙草挑战失败，烈焰菇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烈焰菇挑战失败，蒲公英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蒲公英挑战失败，鳄梨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鳄梨挑战失败，宝林泡泡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宝林泡泡挑战失败，竹园外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竹园外挑战失败，板栗小队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板栗小队挑战失败，旋风橡果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旋风橡果挑战成功，辣椒投手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辣椒投手挑战失败，火焰豌豆射手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火焰豌豆射手挑战成功，芦笋战机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芦笋战机挑战失败，蚕豆突击队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蚕豆突击队挑战失败，导弹萝卜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导弹萝卜挑战成功，红针花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红针花挑战失败，龙舌兰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龙舌兰挑战成功，岩浆番石榴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岩浆番石榴挑战成功，火龙果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火龙果挑战成功，火焰花女王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火焰花女王挑战失败，猕猴桃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猕猴桃挑战失败，原始豌豆射手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原始豌豆射手挑战成功，冰龙草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冰龙草挑战失败，苹果迫击炮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苹果迫击炮挑战成功，
原始大王花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原始大王花挑战失败，防风草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防风草挑战成功，幽木投手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幽木投手挑战失败，茄子忍者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茄子忍者挑战失败，双枪松果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双枪松果挑战失败，电能豌豆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电能豌豆挑战失败，这师傅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这师傅挑战失败，雷龙草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雷龙草挑战失败，水仙花射手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水仙花射手挑战失败，豌豆迫击炮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豌豆迫击炮挑战失败，尖刺秋葵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尖刺秋葵挑战成功，熊果就炮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熊果就炮挑战成功，地心发射井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地心发射井挑战成功，比奇兄弟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比奇兄弟挑战成功，年蛋糯米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年蛋糯米挑战成功，爆炸桔梗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爆炸桔梗挑战失败，爆炸草莓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爆炸草莓挑战失败，地锯草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地锯草挑战失败，杰克南瓜灯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杰克南瓜灯挑战成功，突击竹兵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突击竹兵挑战失败，扇贝蓝法师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扇贝蓝法师挑战成功，刺果流星锤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刺果流星锤挑战失败，灌草击剑手 VS 一千只周刊僵尸。灌草击剑手挑战失败，